系王维林。记者林正坤社，记者张妙云新北报道。台电新教头林继万本季出场兵符，首战碰上台元以超过20分差落败，竟碰上又三名是大运鼓手坐镇的电信，全队展现韧性，一路紧咬，还一度超前，只是决胜节气力放尽，中场以64-75吞下两连败。上半场打完，电信仅以一分小幅领先，一栏后台电甚至一度超前，第四节谢佩君一人独拿六分，绿队甩开台电纠缠，中场以11分差获胜。此役电信王维林延续情谊手感，拿下全队最高16分，黄红英偷进二颗三分球进账15分，谢佩君12分，台电张诗杰标全场最高24分，林植安12分次之，电信王维林上篮得分。记者林正坤社，台电张诗杰。记者林正坤社，台电林继问。记者林正坤社，电信黄湘婷。记者林正坤社，电信于燕宁。记者林正坤社。